在真欢喜，我在人生做啥，我们会一起啊。今一日有一个老伙仔，刚刚就叫我挂电，有听讲我中一次的，问我的囝什么名，目光无伊了解，伊讲这个名无适合这个囝仔。这个老伙仔。伊安尼起高声，正是来不怪看这娘子爱干。我改问，我要改什么娘？伊甲我讲改再讲。我就想今以后，这个囡仔的名就叫做好好名。哈哈哈！我无别的，只这个名改好了了。好，我们就别的才是讲改起来啦。我好这个名好好搞。这名是好的，搁愈来愈老了。我来，少爷，这个名是第一人家呢。哈哈哈！哈，我的兄弟，只要莫甲我做歹代志，安尼就好了。囡仔平平安安大汉，安尼就无代志，顺利上路。哎呦！